心有一点灵气，转眼安静顺天，无形恢复咱的本性，顺着清净咱的本性。嘿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气，是咱顺着金宝娘娘的天性，这点则是咱的显明。我也有顺着正法正理，是以清净一点灵性落来显发这尊神明，这是咱天元的本性，落伫咱顺着母娘的清净，真理是咱的本性，恢复是咱即马的灵。我将着一点气来生，转过着我净会出来，这条本性，这是咱道家的清净。母娘嘛，也要咱显会出，咱再来行落灵这条心，是咱有法的灵气，你再来向着顺家的心理。一点灵光的灵气，咱爱走向升天的心，受阮一点灵感，是咱转有情这条心。母啊，伊要讲的是天意，一点灵魂的灵性，爱咱道家顺天心，是咱道灵咱的本性。是咱转倒转来先天的心，我有一条灵法界，要来讲着定法先天心，是主宰这点气，是咱来回报这条心，这点灵魂的灵气，予咱来讲着顺着心。是咱有阮这点灵气，是咱来向着清净咱这条心上苍的灵气，予咱来行顺母的心。你有遮尼啊清的天界，我再来讲顺母原来，得到这点灵气，咱来就行出心。咱有遮尔啊精的本性，传咱一条清净，对着灵源的灵气，我爱显明顺母啊的性，是咱以清净这点灵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气，我以清界顺着这条心，倒扣倒转来咱的本性。这是要找咱原来这条灵魂，拢是顺着这点灵气，我才有现主是道家，顺着母啊这条灵性，恢复原来咱的清净。这是咱行回无形的灵界，咱再来讲顺着先天的本性，是咱恢复正觉心。是咱搁讲顺母这条灵，你有遮尼啊清的灵气，我爱行顺天。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性，你爱行的正法的心，拢是显露的灵气，才带有遮尼啊清净的心。我有这条元天的灵气。再来行向顺着母性，这是咱灵魂的本性，啊嘛是你行回清咱的心，有咱遮尔啊稳的灵气，咱再来行清家己的心，是以清天这点灵魂，我爱行正法的心，是咱有这条清澈的天性。金宝
伊个法界，只有显咱清净一心。我有恢复这条灵气，走向这条神，处伫当下，我这个心向上，是咱有一条清澈的天界，来讲到回转无形的原来，到着一条清法神，咱再来走向先天意，无形伊的见表。只有来讲到天元这条心，这是咱灵魂的灵性。来讲到这点清灵，恢复元天的灵界，咱才有这尼啊顺的本性，拢是主要的天。咱才有阿母啊这尼啊顺的意，上苍的灵气，是咱恢复先天性。有咱这条灵源的灵界，这是咱行回先天的本性。要来讲到个人的心清净，带有咱这条元灵，是咱无形这条心，这是咱灵的本意。咱再来讲落界顺天，是咱恢复正法性。是咱来讲到无形这尼啊正，这是主要咱的灵气。来讲到兑现咱的顺利，有咱这条灵源的灵性，咱再来讲通天清净，上苍伊的法界，只有显露咱顺母的心，这是我有稳当来的天性。转过咱的心安静，你有正觉这条灵魂，我才有金宝将来的孙，这是咱恢复天性，爱咱道家安定，有咱这条灵源的灵气，我再来讲顺道转来咱家己的心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，爱咱转的清净。咱有元天这条灵魂，这是咱转倒转来的天意。阿母啊，咧讲顺咱的心，是咱恢复清净的天，拢是母娘的法界。咱再来行清净的心，是咱归元这条灵性，显露咱这尊神明。你有这尼啊稳的天界。我再来讲顺着母娘原来，这是咱清净的天，打开咱阿母啊这条心，向咱这尼啊稳的天神，是伊清净这点灵魂，母啊爱咱的孙，向着你这条灵性，是咱恢复天意，今母啊来讲顺甲咱的心。这才是咱通天的灵性，恢复你这尊神明，是以正法正理，是咱传达先天的心意，灵源乃照灵性。爱咱来讲着顺家本神，我有一条清澈的天理，这是咱顺着先天意。我再来讲道家这条心。有咱一点清澈的天界，我再来讲顺转来我今嘛，这是咱咧讲的灵气，抓定在世间我这个心的稳定，是咱母娘伊的定法，予我来讲出着清净这条源头，这是咱的元素，所以讲我要讲的是找到转来我的本性，原来这点元神。这是咱自在的天性，上苍甲咱开心灵，爱咱恢复原来这尼啊清。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一点清澈的心，向伫咱今啊慧灵这条本性定伫遮。这是照咱的心，要找出着咱的原样，
母娘啊，予咱这条灵性，使咱清楚这条灵气，使咱搁再集中凡世间的心神。我以这点灵光，才有这呢啊顺的灵性，传咱有无这条灵源？我才有这呢啊清的心，恢复着咱这点灵性，是我。以清净这点灵觉，显露我家己的心情，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搁再定咱家己，导咱一条清净的顺性，你再来行向无形的稳定。这是咱母娘啊的灵魂，我再来讲顺家咱的心。是以清净这点灵性，是咱转有稳这尊神明，上苍伊的灵气，我只有行向先天神，有咱恢复灵魂，啊无啊再来讲会稳，拢是主要这个天性，拢是金宝啊降落来这条元灵，显露是灵法界。行向先天则是无性，爱咱转的则是安静，是咱兑现一点心。咱走阿母啊，一点灵，我回到则是顺意，行出来则是咱的心，是咱恢复正法心，是咱转有母啊，这呢啊静，这点则是咱天元的灵气。落地稳定咱的心理，传达这个灵性。爱你有无啊？这条元神，我爱有这点灵的清净，拢是顺甲咱的心。我才有母娘啊，这么稳的性，现咱一条清澈的天界，咱再来行向稳定的自在，是以正觉正理。我再来讲着顺母这条心，这点灵魂的天界，咱只有行正法自在，是咱恢复清净的本性，带有咱传达金母啊伊的本性，这点原始的灵性，咱只有传回来清净。我以元天这点气。再来行向顺家咱的心，有咱一条清澈的天界，我再来向着无形原来真理有咱落定，我爱来讲出家落神，这是咱的灵，我爱实际我即马这个灵气，导着我这条神出伫咱即马这个虚空，这是咱清澈的天性。转过着咱的心的平静，我恢复着这条灵天灵气，上苍伊的天界，只有来恢复原来。你有这呢啊顺的天命，我再来讲顺家的元神，是以正法正理，咱爱道家顺表，你有这条清澈的天性。咱再来向有稳的天神，即马我只有用灵气恢复咱顺着先天，这点灵源灵性是咱转互伊安定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，啊嘛是咱金宝教咱的清。我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是我以清净。落伫我即马即个心，顺着阿母啊这点意，派我落家顺着清净原来这尊神，是咱即马即个气的力发射着咱的磁场，这就是咱的磁场会当现清楚，气中合我来，咱的本性本灵，上苍伊爱咱的命。我爱是用先天的灵感，拢是
对头啊，这点气生伫我这条清楚的心，献开着咱这条灵源灵性，是咱有这条清楚的天界，行向着母娘啊伊的自在，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气，要来行向家己，互咱有顺着这条灵性，要来讲着这么稳的天神。一点灵魂的天界，咱只有向着无形原来。你有这么稳的灵气，咱再来行向先天的顺利，是咱一点灵源落定。阿母啊，爱咱顺着心意，你才有这么清楚的心。这是咱儒家的灵性，一世人咱讲的本性。这是上苍的天界，献开咱罗灵。今仔我就用着正法，母娘啊，予我这条灵，配合着清净我家己这条心。这个是咱的天元正气，献开着咱当下这条心。这是咱庙中的天意，接回咱罗家顺天。是咱金宝娘娘伊个精神，来到我这个心啊，献个精。这是咱顺着天意合作伙啊，咱行顺天，拢是出家咱个天性。因为咱诸位人人这个心啊，拢会当倒当个平静平等。因为这个是咱个天元正理。要让咱每一个心行向着这个天倒转来，这是咱的天元灵魂，嘛是咱的本性。用安尼来形容，咱才知影讲咱的灵，伊会当顺着这个气场，向着咱原来这么啊清净的元神。这拢是咱道界天意，直通咱个人这个心知。这条路就是咱的道性，所以讲今日咱要恢复本来迄样、迄个原形、迄个形体，是咱用着这点灵魂落架，正法杀到当来，咱的本性，归咱现主时的心，这么啊清净，这就是咱原来的灵气，咱灵增加，咱现主时。正法落定，拢是顺家这个天理，接回咱元灵这个本意，现咱清净顺路上，爱咱行的正法行，是咱恢复清净的天。这是我落家的灵性，一世人啊，我讲的天灵。恢复着我在世间这个心啊，归母啊，这是个人的磁场，我才会当接到无形这条灵性，归着我今啊这个心，用我这个身躯这个脑神，会当照着先天的仪表咯。这是顺着咱的本性，我献开着我个人这个出神。拢是稳定这点气，来生出着我心内底这条元灵。金宝啊，爱我会稳这么啊清，这么啊明，是咱顺着灵源的天。阿宝啊，爱予我这么啊顺的意，我只有来讲天元顺性，是咱这条灵法界因咱传达顺无心。咱才有这么稳固的天灵，拢是自在的灵气。咱要行的顺母啊，这条心有咱这么稳的灵性，你才看有先天落来这条心。这是咱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行做伙的心，这点灵魂，这条灵气。只有咱来行，清家己，拢是恢复
咱的灵性，原天有母娘啊，这条本性是咱照着灵魂，我才会当来讲着出家。是咱即马这个灵出窍，我才有本源本性这条元神。这是咱顺甲这么清净，落伫原来这个母性，是咱顺着家己的心，转过着咱即马这个平静的原体。我以这条本源本性，是要向着咱的心稳定落来。我有一条清楚的天性，爱咱行正法的心，拢是顺着天元的心理，咱再来转倒转来无形界的心意，是咱落家一点气，爱咱先落顺母啊的心。你有一条清楚的天界，我再来行向无形的自在，这是灵魂的灵气，行向这条顺母的心，灵伊的法界，只有因咱清净的自在。啊，咱有元天一点理，咱再来向顺加咱的心。啊，是咱落定，咱这条灵气显露清净，咱的顺灵。今咱只有用灵魂。看出到咱头壳顶，这才是咱讲的天元路性。无形界是要让咱倒转来逆向，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意。走向咱现主时的脑神记忆、记得、记忆，这是我讲的天元，会当传的本性，传过到这条清净的心，拢是。对咱个人的心落定，安尼我才会当讲到灵魂灵气，转过到我平常时出定。即马我要甲慢落条条，可以，这才是我落界天性，心嘛也会当发清。安尼我才会当用到真灵，是咱即马无污染，无其他，任何一粒沙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清清楚楚，是咱原来这个天理，是咱这条灵见天。即马我只有用灵性来学着通，是元天这点气性。爱我在世，咱就这条灵的感应，这是咱的度数啊。人咧讲十度、二十度、甲一百度。一千度，这个度数啊，就是咱的热度。即马我只有讲这个光啊，这个度数，咱个人知影这个坎站，这就是修咱儒家这个灵性，代表这个天地的应合，是咱人嘛，咱是伫天地中啊，所以讲咱才有这个机缘，咱才有现主时这个能量。是我要来讲到即马这个量，哦，有的是小的部门，有的是中的部门，有的是大的分量。这是我要讲到这尼啊清楚的天，予我现主时来用，因为我用的是伫我这个心内底这个原人，这是咱咧讲的天性，正中央啊，咱的天命。是原始这点灵气，是咱恢复着青天灵元脑母性，爱咱来讲着清净这尊心明。我有元天元气，转过着这么平和的心理，这是主要的法界，啊嘛是咱演出来原来。你有行回正天理，我再来学成先天气。是咱灵魂一条灵性，亲身来讲，无形的稳定，这是咱儒家的灵性，恢复着咱即尊清净的本性。
是咱兑现一点子，是咱要来讲到顺甲这条心。咱有元天的灵气，你再来行向元素的心，是咱一条灵元的灵气，转过到这么平和的心。天元有母有灵气，转咱归元，则是道性。咱有一条正法的心，这是咱灵魂的灵气，定格这条心性，这是通天的法界，走向咱稳定的自在，无形伊的本领，我只有来看现，是咱这点清楚的天灵。我爱走向这么稳定，这是咱母娘的灵气，恢复咱这点顺家的心。我有一条灵法界，再来显灵咱家己的心脏，顺着通天这点灵气，咱爱走向顺母这条心。今仔我只有讲天意，今仔也只有讲顺咱的心理。是咱道家的灵性，这世人你会当行是通灵，伫你行回这点灵气，咱再来显明顺母啊的心，这是咱正理的灵性，学着咱通天的清净。今母啊，爱予我真稳这尊神，显开这是咱的灵性，爱咱转的。这是天命，我有元天这点气，带有咱真理这条线。天元本意是灵天来，导咱正法是无性，爱咱转的是天神。我有无形这点灵感，你才有这样顺的天元，这点灵魂的灵气。咱只有转入着相通的心，是咱恢复天元的灵界，现伫咱遮尔啊清楚的本心，拢是主要这点气，带予咱开元这条心，有咱一条灵元的灵性出现在世。我以这点落界天理。是咱顺着腹肚内底这条神，即马我只有用着灵气，修我家己这条本性，返回啊咱的本性。啊，这才是咱回着的灵魂，母啊爱我会稳，因为这是天元落灵，青天落家，这是灵气，落伫清净，这是无性。爱咱看的是家己的心，是我今仔现会开，我徛出来反观，看我这条心，这就是咱会当讲的灵性。世间你就会当行到这种作用，正反观你看会出来，徛起来正反的顶观，咱叫做中观、中央、中和、中立，这才是咱的中心点。咱要恢复原来这个天，上界自在、上界明理的中天。这中天不是中这个天，是正中原来咱先天这点精气。这是我用到这条灵元的灵性，要来讲出到现主时的心这么清净，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魂，阿母啊爱我行，会稳加顺。这就是照着咱的程序，照着咱的顺序，安尼我再来讲一遍。显露是灵魂一点灵气，世间要行是用心。我要以这条灵魂的灵气，是亲身要我传，入到我即马真稳这个灵性。啊，这是咱母娘的天元。是咱有稳这点气，是咱搁再来净出这尼啊稳的心，因为这是阿母啊的灵魂，我才会当讲这尼啊顺。
是咱无形恢复正。我再来讲清净，咱的心应合阿母啊这条灵，是咱稳定这个天意，是咱找出金母这条心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感，现伫这么顺的心，是咱无形的天性，是咱搁出家现场，因为这是咱传法的天理，行入咱顺母这条心。显露的灵魂，母啊，伊的运，这才是咱传法先天的理，是原始的本性，是显露咱的清净。咱有金母这条元神，上苍的灵气，落家才是先天。我有母娘啊，这么运的本性，你再来讲顺家，咱的本性。是咱一条清澈的天，要来讲到这么顺无量的意，拢是安住咱的灵性，拢是照着心这个清净，是咱有无这条灵魂，是咱搁再顺回来这条心，我有现主时的灵气，再来行向咱回母的心，拢是得通这个灵性。我爱是现场，嘛是即马当下。即马我伫庙中会当传的，是我家己的心顺着这个气塞起来。伫咱这个心真平静这个当中，我才有母娘这个元神徛位。这是咱要知影无形这个力量，唔是咱用有形去甲食素去甲入定。今天我要讲的是咱的灵魂归咱这条本源本性，这个天体、形体，拢是一条清澈的天界，你才会当进入到无形这个空中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本性，落加咱这心，转伫咱的心内传，拢是这个能啊。这个量，这个力，咱若无这个元能，你就无法度讲出着咱原来这个能的语言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因为咱是用咱这个声气，用着咱这个音声来代表着先天的本性。这是咱个人，你爱顺甲这尼啊清明净，拢是归咱的真灵。你才会当带这个天，掀开着咱的本源本性，老祖啊，伊的天灵，是咱归元祖啦。啊，咱再来讲通咱的本性，恢复着咱个人的心，这种清净，拢是现。今仔咱是要表示嘛，你一定要显现嘛，显现嘛。咱要讲的是咱家己的自信。要让咱一世人行过来，这种正念、正心、正路，这就是咱归元的颠簸。世间你要行的是这么清楚的路程。今仔我照着无形界，咱号作神仙、圣佛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。咱这个心已经清甲，咱现主时的心爬起来。拢是平静啊！你绝对无现主时的羞怯，这是咱讲的生怯啦。但是我即马是要离开着生怯啊！啊，这则是咱讲的通天法界啊！离开着咱现主时，咱即马五行我，这是咱道界天理啦。用着平常时，咱看出来这些信息、这些文字。安尼，咱来讲到，我即马体会，照着这个文字当中的表示，这个阶段，哦，安尼我才会当讲出到，我现主是这条灵，有进入到咱即马这个真正的清晰啊，这就是咱传法的本性，要来教教你这点原始的天性，拢是安住
咱的灵气，掌印在世间咱的心理。你有这条灵源的天性，拢是显露咱家己的心。你才有这么啊明，阿母啊会教，献咱一条灵法心。咱才有这么稳固的心。你有一条清澈的天界，咱再来回转无形的自在。这点灵气只有天性，咱爱只有行通灵，是我用着这条灵源的灵气来引导你现主时的心，对着清净咱的天界，你才会当行顺母的自在。是咱一条灵法性，你才有母娘啊这么啊清，是你行向先天的本性。咱带有原来的清净，是以天元这点理，是咱直通先天的本性啊！阿母啊，只有讲天界，咱只有显明家己的自在，拢是上冲这点气，带有咱母娘传落来的心理。我有这条元天的本性，咱才会当说。顺着咱即阵心明，拢是灵魂的灵气，咱爱徛出先天神，是咱有运即点灵气，是咱搁行向咱即条心理。无啊，以后咱现主时会当应天，我才有即条灵源的灵性，咱叫做讲灵天合作会。这个本性、本灵，是我用着这么清澈的天界，这个心甲浮，咱的神造出来，这就是咱讲的灵源天意，要来恢复咱一条瞬界心灵，显露是灵法界，度咱正天是顺无意，灵源则是咱的路性，教咱转则是咱的天性。是咱有这条灵魂的灵气，你爱行，则是通咱的心理。有咱这条灵源的本性，你再来讲顺驾，这么啊深，这是咱无形的天元。咱再来行，正理的心转。有咱这条清澈的天性，你再来讲顺驾，咱的本性，拢是直通这个天性。拢是咱显露有阮即阵神明，咱有即点灵源的灵气，再来行向你现主时，照着咱的本源落定，你才有这么啊顺的灵气来讲着兑现咱的心，上苍有母的灵气，咱爱行向清净的心，我有即条灵源的灵气。再来向着咱真稳定的心理，拢是主宰这个天界，你才会当向倒转来这个主宰。我有母娘啊，这点灵性，咱再来讲回母这尊神，是咱灵魂也发界。今日要讲咱的心空嘛，成本空啊，多本自然啊，伊也无物啊伫内底啊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这条灵性。无解，这就是咱平常心嘛，平静的心嘛，是我用着这条灵气虚空中，互我会当用着神做主，这是咱开源先天的理，拍通咱个人的念头。因为我要讲的是先天灵性发射着母娘这尊神明，活嘞，是咱用着这条能量。照着咱即马即个气的旋转，归着咱无形界即个心中中心，这才是咱传法的灵性。个人的这条灵归根本，是咱要恢复本体，是咱要亲像母娘这样，这才是咱道界的天性。咱要转的是家己的心情，拢是天理的灵性啦，拢是心神的境啦。是我即马要来讲到这点灵气，活伫凡世间，我要有这个作用。
因为这是咱通天的灵性，每一个人拢有业，这就是我要讲的天性。要事业，要行业，我有负债务，安尼我才有这个心倒转来。原来这个本性灵明，咱灵泉这个原体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。母牛爱我一直讲啊，一直溢出来啊，敢若亲像咱迄个婴啊咧饲鸟啊，你所有诶物件食落，一直溢出来，一直溢出来，敢若溢灵咧。这就是咱咧讲诶灵性。母牛爱我落架，敢若亲像安尼，一只鸟母咧饲鸟囝，咱咧讲讲养乌养粉，要讲个讲个做发威、发雾、发水，是咱即卖咧讲诶体悟，嘛会当讲感动。啊，嘛会当讲是智慧，咱咧讲的这个道理，贯穿伫咱现主时的虚空降落来，咱所有神明、万神佛、万圣，所有的智慧，这就是要讲破咱人生，你要打破着你的心性，是咱落家这点气，咱再来讲着顺甲这尼啊清楚，因为你的心若清，你会开阔。这就是咱代表母牛的性质，母牛的本意降伫咱即马这个身躯的，是咱找出着灵源灵气。一世间咱只有清醒家己了呢，安怎讲？咱要离开着三恶三世，来到咱的三圣果。这就是咱三三得救。你会当讲着这条灵气，甲精气神水火风。甲咱即卖咧讲诶，西甲灵，咱会当归元现主时诶身可意。伫你即卖即个意，你会当用着即个嘴来讲出着现主时即个声白，即个内容，这则是咱参天。天要咱参考，要咱来探讨，讲出着咱无形即个坎站。这才是咱顺着这点灵性个人的修行表露，是咱以敬天的灵气啦。咱只有顺天来甲咱牵绳啦，是咱恢复这点灵气。咱人爱找出着现主时，要安怎来治家己啊？这才是方法啦、啊。方法就是办法，办法你若做好，就变妙法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啦。咱人一定要突破、打破咱的心境，这才是咱讲的天性啦。一个塔壳，你才会当显明、出定咱的心，这条灵魂，这是咱转的灵性，是咱自然显形，是咱来到着你这个心嘛，会清、会自在。你到这本原来咱的本性，心经过咱的本性。传来儒家的灵气，转过着这样稳的心，咱是顺着这点灵气，世间就是咧修补，就是咧修正。没有咱在世间，你过去俗世的病，病就是毛病，就是鬼啊。是咱要甲修，互伊好势，无爱阁欠这个病症啊。这就是咱在世间的业啦。你若听李水的老师，伊就讲啥，伊那会收甲翘骨去，那会垫下骨，那会摆脚腰酸，骨折袂爽快。尾啊，因老师伊怨叹啊，来到泰安这个休息站有无？因某伫伊后壁，哦，啊有人议论纷纷啊。你讲爱这修行修到安尼有无？所以讲，伊才真正讲唔甘愿要退刀啊。因老师李同斌啊，李顺良啊，吼、哦，再甲托梦，伊讲你去看咱道藏佛藏啊，佛祖的佛藏啊，迄、那个兴起兴经，迄时阵伊就无钱啊，规铺十几万啊，伊就去甲嗲一本出来两杯鸡啊，伊才讲哦，啊过去佛祖有无？伊原来嘛有这个病症，你这个病症若无下掉。你都无法度讲经济倒转去啊！事业没有债务就是安尼啦，人莫有白想啦。只要你健康，只要你这个心显得出来，你的病魔就去掉啦。
今日修行就是咧修这个病害，咱心内底咧精进本来迄个病，迄就是咱的正头啦。有诶较伶俐，啊有诶较巧，有诶较钝，有无？啊，这就是要让大家修到拢个平均啦。你有害的喔，会甲你破掉咧，会甲你黏掉咧，滚掉咧，有无？遐个甲断掉啊！啊，你唔再当自由，管自在嘛。是咱要来讲到这点灵气，今日破要破这个病，就是讲要离这个病啦。咱家己爱去想办法，慢慢啊来适应。这就是咱讲重慢慢减轻，慢慢归无。这个阶段是咱一条灵天的灵气啦。道理虽然是搬来搬去，但是我会当利用着有诶，输入来我这个无诶，伫这个大空间直接发酵。这则是咱照一来显出着咱诶百千万亿，咱所有诶妙法。人啊，你这智慧若愈无用啊，你愈钝，愈矮。这就是咱咧讲的通天本性，学着正法的心，上苍的灵气，爱咱行上天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道家这点灵气，穿过着咱个人的心性。好哎。
哦哦啊！